大家好，我是 Sandra Chan， 我来自麻坡柔佛州。那我现在目前呢，我是从事property agent， 然后同时我也是帮这个物主呢，他们去做 property management， 打理他们的房子。我从事 property agent 也是有四年的时间了，在这途中呢，其实我发觉到这一个顾客呢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头痛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装修他们的屋子，然后他们也不晓得他们过后装修好了过后，他们租出去的顾客群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呢，其实呢，我有在帮这个顾客他们做分析，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的 property 的 location。在哪里，然后呢你出租给的这个顾客群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你再来进行做这个装修的部分。那我也会建议呢，我的顾客是以用最低的这个价格去做装修，然后呢装修了之后，这个物质的本身看上去也是非常有质感的，然后会以在最短的时间呢出租出去。像是这一间拉玛喜乐呢，其实它出租的租客群体是外籍的租客群体，是有家庭的。那这一带布吉喜乐呢，其实它是靠近 KLCC Pavilion， 江卡布吉宾当，还有阿罗 Street， 就是这一个繁华的热闹地带啦。然后呢，像是这一带都是会有外国人士，就是外籍的人聚集在这一带啦，像是日本人、韩国人美国的还有英国人都是会在这一带。其实这间拉玛喜乐呢，它原本是一间空房的，它没有任何的家私。那我们找了这个 SSF 的团队呢来跟我们配合呢，其实是因为 SSF 的这一个设计理念，还有在搭配设计方面呢，配色设计方面呢，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理念是非常的接近，就是简约、干净跟舒服。另外一点呢，为什么会和 SSF 的团队配合呢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贴心，他们会根据这个物主的需求，还有这个租客的需求呢，来做调整，在整个设计方面呢。像是这一间要出租的话呢，其实他们会以木质家具，就是大众能接受的木质家具去做设计，去做搭配，就是会让这个租客呢在租下这间单位的时候呢，会有让他们像有在家一样的感觉。SSF 配合的时候呢，其实在装修的过程中呢，确实装修的时间方面呢，其实是大大的缩短了，因为 SSF 呢大致上能在一天内就能够完成。那 SSF 的家私用品呢，其实它是属于比较精品款，然后比较简约多元化，那在配合做搭配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比较容易的。那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 SSF 他们的价钱是非常的优惠，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看中 SSF 的团队，然后跟他们配合的原因。